在奥运比赛期间，广大澳门居民热情关注国家队健儿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为你们打气，为你们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代表团到访澳门，与大家分享胜利的喜悦，共享祖国繁荣昌盛的荣光，又一次点燃了澳门居民的奥运热潮，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此，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希望澳门广大青少年和运动员能够以国家运动员为榜样，学习奥运健儿顽强拼搏的和爱国的精神，将中华体育精神和时代精神发扬光大。巴黎奥运会期间，澳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内地奥运健儿表现。据我了解，很多澳门同胞自发前往法国奥运赛场，现场为内地奥运健儿加油鼓劲儿。可以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每枚奖牌都饱含着澳门同胞发自内心的浓浓情谊和美好期盼。在此，我谨代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向长期支持祖国体育事业发展、关心关注祖国体育健儿的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澳门同胞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